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ed Castle， 咱们今天就送来到点播待了一天，然后刚刚工作完，这边呢是来这个大名鼎鼎的广州来这边，或者选择这个海关大厂和这个三厂的特色，那平台，还有这个老白菜，还有这个这个，这我们是菜，有，对。这应该是什么？这个德芝猛提高，但是这芝麻是不是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应该腌制高的，什么？我的，但是黄粉。这是，这红米糖，健身调料，港式混酱。然后，这金针鱼，这是牛腩，这是虾饺黄，咱们先吃哪个？先吃这个，但是这个是，你做的对，你可以酱给他们怎么着？味道不是特别明显，我们也喜欢这个。这个好好吃，可能是花生酱。那把答案去拿。这个花生酱的感觉很新鲜，其他的味道更丰富一点，都还可以。我们就尝尝这个吧，好大一个，闻起来比较甜。嗯，真好吃，它软软的，然后香香的，里面就是那个马蹄水，啊不是马蹄，就是那个我们河北话叫。不去还不去不去，我们河南好像是不去，然后他们用的是那个甘蔗水，对，这么对，嗯，好开心。再尝这个金钱鱼，哎呦，嗯，有点辣，但是很好吃，我很会喜欢吃的。尝这个好吧，我都不敢干。这本来也是花生酱。嗯，这个比较没有什么味道。它上面的纯是花生酱啊，和那个不知道什么酱，应该是酱油吧，两个的味道，就这两家这个，味道不是特别丰富。如果纯就酱的话，成本本身没多少，还有这个银耳。嗯，不玩这个嘞。你怎么样？弄得很成。拿这个萝卜啊。你说我应该吃谁的？嗯，不错。这个话，嗯，应该没什么特别，就是菜心。嗯，不错，它不苦。哎，我们没有点蜜汁叉烧包哎，他说这一作品蜜汁叉烧包，我也可以做。这个，绿的，对，对，这种，这，对，慢，这个，嗯，这个好吃，甜甜的、酸酸的，这方面是椰汁的这个甜香味，里面是芒果，稍微有点酸的那种味道，就这个，嗯，吃这个，我不蘸酱了，不是，嗯。不错，那我选的话，我觉得这两个，这两个，这也不错，啊，这也不错，兔兔那么可爱，能不能吃兔兔呢？这酸辣粉，你掏出来不吃我，差不多，能再上个蜜汁叉烧包吗？蜜汁叉烧包能再上一个。你们扫码点餐的吗？啊，对。扫码点餐的话可以点扫码的，可以点吗？那直接帮我加一个。还有水吗？对。要加一个叉烧包。这个真的好吃。
可以。这个叫什么？应该叫排骨，这肯定是叫排骨，那叫不是别的。有一股青菜的味道，青菜的香气味。嗯，那个料其实挺甜的。这是干嘛？这是好吃，香香的，有点甜甜的。嗯，你这个真不错，这也是。嗯。好，那个西餐怎么样？这个，双层包子。对，这个是比较经典的东西。他说这个是杯子这里，对，本来就没有。我底下还有层楼。先等一下。外面就是一层面香的。嗯。不是，它这个面呢，它是那种糯糯的，不是，然后里面的是那种咸香咸香的，啊，甜香咸甜的那种香味，很好吃。嗯，根本毕竟是中菜。嗯，这个我知道，这里面是猪肉，你是加什么猪肉？你看这个门外全体经常老叫这个炖寡，但他们吃的是无骨的，我吃的是有骨的，而且是现做的广州生产的，啊，这个都是保鲜，都是保鲜的。再等一下，关闭了。哇，这种酱香的味道，对。这咋吃的？还不是从广菜会吃广菜。嗯，很糯，还好不淡，炖的很烂，不错。我给煮了。好吃。特别好。嗯，不过以后咱在这儿要好，要是什么艺人干不下去了，也试着开网谈教育。不是的，没有，我就换个工作，带大家到处旅行，然后吃各种美食，我幸福，你们也幸福，你们幸福吗？不知道，但是我很幸福。我终极目标就是环球旅行。嗯，怎么就两句？咱们剩下两句，咱分享一句。哎，我真是。还有这，领导很主动的说话呀。这就是圣哥里面那应该爱情名会的，对。我可太会说了，哈哈哈。对对，专业是嫁给他了。对。我起了手，大家一会儿吃饭建议大家吃手，我们两边。哎，这真可能，这个特别适合晚上你要带我去看电影也可能。但是你不要留个小木指头，用来干嘛的？在这里，或者在你那种的。好吧，说完就很尴尬。对啊，算了，你这个是。不错不错，味道好极了。刚刚由于不知不觉轻轻咬了一口，然后姐在提起往内录了，那我来给大家重新做的没发生的啊，再闻一下。嗯，蛋香味很浓，但是那为什么没有那种口袋那种黑色的东西啊？尝一尝是吧？嗯，奶味没那么足，但是它那个皮皮比其他都好吃，都一样有啊。磨品牌的，这还叫好吃。但它里面那个奶香味没有那么，但里面还不错。如果再加一点奶香就好吃，那就好吃。
当当当，这个是这个荷叶包的烧鸡，哇，好香这个荷叶，特别香，好大，让我突然就想吃粽子了。好，这里面是糯米，嗯，糯米，我有点不想吃了，太胖了，尝一下吧，尝一下，尝一下，里面的，哦，这里面是有鸡，哦。明显嫩嫩嫩的，嗯，我这里面有萝卜啊，有菇啊，我不点，好像是个鸡块，鸡粉肠，啊，也不是鸡块，鸡饼头，再点肉。啊，你好，我们这边的7点到7点半没有中心的。好，没有，谢谢。要上火。嗯，蛋黄就是哎，蘑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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